Hi everyone, how are you? 大家好吗？Okay, today we'll start a new unit, unit 10, weather. 啊，今天我们开始新的一课，就是天气 ，weather. 啊，这个就是谈天气啊，谈温度。天气怎么样？下雨，刮风下雨，然后就是这一类的啊。其实我们在初级里边，我们也学过这个。OK， 我是不是没打开什么呀？我是不是没打开我的？您是说您的摄像头吗？对，我的摄像头，我这个什么，我这个 video 没打开，是不是啊？啊，是的。我看看我怎哦，我在这儿可以打开啊。OK，可以了。OK，OK， 还是按照以前哈，还是 listen， read out and learn by heart the following 10 sentences， 还是先有十个句型，这都是最常用的句型哈。这个其实呢，这些句型在以后的这个对话和短文当中也会有的，他只是把这些句型呢提炼出来，也就是重点掌握的啊，这是必须要很熟悉，能够张一个脱口而出的啊。首先呢，我是给大家读一下啊，我这个读一遍，大家注意这个语音啊。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The weather is nice today. What a lovely weather we are having. It's going to rain, isn't it?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It looks like rain. 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ather here?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your city? 好，我们这些句型呢，我们分别来讲解一下。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啊，今天天气怎么样？这个怎么说？这就是一个特殊疑问句啊。How is the weather? The weather 就是天气啊。这个 today 这是个时间状语。How 怎么样啊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啊，问天气就是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比如说啊，这个第二句 ，The weather is nice today.今天的天气不错 ，nice 形容人是表示友好的，这个很友好的，很热心的啊，表示这个人很好，很热心，很好心，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用来天气呢，就是 the weather is nice today， 天气不错啊，这个指的是就是应该说不刮风不下雨啊，应该也不是阴天啊，也不是阴天。应该是指的阳光明媚啊 ，The weather is nice today。注意这个 nice 哈、啊，用人的时候是表示一个人友好的。那么作为天气来说，这个天气很友好。如果是推理的话，那也表示应该是很不错的天气，温暖是吧？这个有阳光啊，就是这个啊。但是这儿呢，它就是 is nice 啊 ，is nice today。今天天气不错啊。那如果不好呢 ？The weather is bad today. 啊，今天天气不好 ，is bad， 或者是 the weather is not nice today. 今天天气不怎么样啊。
或者说就是这个什么啊。好了，我们就说 the weather is nice today 啊，今天天气不错啊，今天天气很友好，不能这么翻译啊，只能说今天天气 不错啊。下面是一个感叹句啊， What a lovely weather we're having 啊，这个注意啊， What a lovely weather， 我们这个句型我们学过的， lovely 就是lovely， lovely 是可爱的，这个用人是可爱的人，那么天气呢那就好了啊， what a lovely weather 啊， what a lovely weather 就是多么好的天气，这是一个倒装啊，这个感叹句往往是倒装句， what 这个多么好的天气，底下说 we are having， 这个 have 就是表示拥有，就是我们直译是说我们今天拥有多么好的天气呀，就是这个意思直译啊。那当然翻译成这个 通俗的中文就是这会儿的天气多好啊，或者说这会儿的天气多好，当然它指的是我们现在的天气不错啊，但是呢它这个翻译啊应该说我认为还算是比较准的啊。这会儿的天气多好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也知道那上午好下午不一定好啊，这个天气有时候是变的，所以说他说 What a lovely weather we are having 啊，他如果是 today， 如果加 today 说今天天气多么好啊，如果没有加 today 就只能说我们目前啊这会儿的天气很好啊， What a lovely weather we are having 啊，这是一个表达哈，也就是说形容目前现在天气很好，你给朋友讲啊 What a lovely weather we are having 啊，我们啊就是这会儿天气真好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下面是一个反义疑问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肯定的啊， It's going to rain isn't it 啊，什么意思呢，要下雨了，前面是 It's going to rain，马上要下雨了 ，isn't it？ 这个它直译是什么呢？要下雨了，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实际上是什么呢？要下雨了是吗？这样啊，这个翻译我认为可以这么翻译。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就这个说话人来说，他是对这个下雨是非常比较肯定的。为什么要用一个反义疑问句呢？总的来说这是一个表达方法吧，实际上是说我们这儿可以翻译成马上就要下雨了，可以这么翻译，加一个是吗，当然反映这个反义疑问句哈，不是吗，是吗，这个不重要，一句话，这句话表示说话的这个人他认为天气就要下雨了啊，就是这个啊。好，下一句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啊，这个有今天啊，今天 What's the temperature， 我们的天气表达是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这里是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啊，这是两个概念啊，天气和气温啊，这里是指的气温啊，这里是气温，指的气温，气温是用 what 啊，因为这个温度是可以量度的，所以说他用这个 what 啊 ，what is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气温是多少？气温是什么？为什么呢？这就是中文和英语的不同了啊。气温我们说多少度，其实英语是说气温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指的是一个具体的度数啊。注意这个表达哈，我们说这个。要说起来多少用 how much 啊，这个不能这么用啊， temperature 只能是 what's the temperature， what is the temperature today， 那么翻译成中文今天的气温是多少度啊，是多少，这个不能用 how much， 注意啊，这就是中文和英语的表达，你也就是说你不能直译，你比如说今天的气温是多少， how much is the temperature today， 这不对的啊，What's the temperature？ 这是标准的英语表达。
用 what is 啊。那么天气好坏用 have 啊，那个用 have， 因为这个好坏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这是一个没有，它那个用 have 啊，怎么样啊，今天的天气好怎么样，就是用 have 啊，这个好像能直译，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直译的啊。比如说气温是多少，你就不能用 how much， 就是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啊，就是这个。下面一句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啊，我们比如说现在蒙特利尔啊，这个春天越这个应该说已经来了啊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注意这个用法啊，天气变得越来越暖和，用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啊，你用 become 也行啊 ，It's。It's becoming warmer and warmer 也可以的哈，用 get 这是用的更多的，这是个现在进行时，表示正在进行，就是天气正在变得越来越暖。注意这个表达 warmer and warmer， 那越来越冷呢，那就是 colder and colder。 注意哈，越来越用的是形容词的比较级，注意这个用法啊。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越来越暖和，也就是说为什么用比较级呢，它越来越暖和，它是有比较性的，就是说今天比昨天暖和，明天比今天暖和，它是表示一个比较的。所以说这个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你不能说 gets warm and warm， 这不行，越来越暖和，这个是用比较级，越来越 cold and colder，这个 cool and cooler， 越来越凉爽啊，这都是一个概念啊。越来越用形容词的比较级，两个连用啊。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啊，越来越热啊。It's getting hotter and hotter， 啊，这个越来越冷 ，cold and colder， 啊，就是这个用法啊。It looks like rain， 啊，这个好。要下雨了 ，it 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了看天气啊，天上乌云密布啊，就是 it looks like rain， 好像要下雨了啊 ，it looks like rain。刚才说 it's going to rain， 那个要下雨了，这个是 looks like 啊，这个是往往是看着天气，根据天气来判断，好像要下雨了，和这个刚才的 it's going to rain， 这个呢，这个意思有点相近，但还不是一样。这个是比较肯定的说要下雨了，这个说看起来好像要下雨了，这个是不同的表达的细微之处吧。比如说你看了看这个云彩，这个乌云密布啊，你可以说 it looks like rain。 当然你说我这个时候我就说 it's going to rain 行不行呢，这不是不行，只是说这个细微之处哦，看起来要下雨了，这个它有这个看起来像啊，这个有点是这个啊，这个是看了看天气，看了看乌云啊，你得出这么一个结论。It looks like rain， 就是这个啊。还有下面这个，What's the forecast？ 啊 ，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 注意这个 forecast 是表示就是天气预报，这个天气预报呢就是指那个气象部门发地的哈。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 明天这样哈，他这儿翻译成两句也未尝不可，其实就是说一句话就能说明白。这个关于明天的天气。啊，我觉得这样说呢更什么一点吧。这样说我觉得就不用两个句子了啊。关于明天的天气，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或者说天气预报是怎么预报，这个也就是说这么说吧，关于明天的天气，天气预报是怎么预报的啊，都是可以的啊。What 还有这个表达 ，What's the forecast
forecast 表示天气预报对天气的一个描述，这里用 what 啊，这个 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 啊，关于明天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啊，关于明天的天气，天气预报是怎么说的，就是这个啊，这个注意这个 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 这个不是用 how 啊， how 这个 how is the weather，How is the weather？ 就是明天的天气怎么样？直接用天气，直接用天气是，是 how。说天气预报是用 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 关于明天天气预报是什么？天气预报是什么？直译是这个意思啊。但是翻译成中文就是关于明天的天气，天气预报是怎么预测的啊？是怎么报告？是怎么报的啊？都是一个意思。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 下一句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ather here?、啊、注意哈 think of 这个词以前我记不得是哪一个学过，是 think of 是怎么认为。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ather here? The weather、啊、here, the weather here, here 是这里，这是一个副词做定语哈、啊，这里的天气，也就是说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ather here? 直译是你怎么认为这儿的天气，实际上就是说你觉得这儿天气怎么样。比如说你新到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你的一个朋友来蒙特利尔旅游啊，你就问他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ather here? 你觉得这儿的天气怎么样啊。比如说 ，it's cold, it's nice 啊，不错。It's cold, it's hot 啊，这个他你可以说出这个你的看法来啊。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here? 它是用来征求啊这个别人对天气的看法。Do you think of 啊 ？Think of 思考，你怎么思考这儿的天气？就是实际上就是你认为这儿的天气怎么样啊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ather here?The last one 啊，最后一个啊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your city 啊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your city？ 实际上这一句哈、这个同义可以是 How is the weather in your city？ 可以是同义，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换个说法的话，你可以这么说 你也可以这么说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your city? 这个 be like 像什么样子怎么样 What's the weather like? 实际上它的同义词就是 How is the weather in your city?实际上它是同样的，或者说是两个表达，是可以这么讲的。你那个什么啊，你们那个城市的天气怎么样啊？这个翻译没错啊。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your city? How is the weather in your city? 这个可以并用啊，这个是什么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天气的不同表达啊。我们看这十个句子啊。就是说天气怎么样啊，这个多么好的天气表达什么要下雨，这个气温是多少，越来越暖和，所以看起来要下雨。天气预报怎么预报啊，明天 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 What do you think of? 啊，你怎么你觉得这儿的天气怎么样？ What's the weather like? 啊 ,in your city? 啊，你们那个城市的天气怎么样？就是这些表达啊，以这些句型呢，在以后的句这个对话里边或短语里边还要出现啊。Okay, so much for the explanation. 我们解释就到这里哈，讲解就到这里。Read after me, please. 请跟我读三遍啊。How is the weather today?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The weather is nice today. The weather is nice today. The weather is nice today. What a lovely weather we are having. What a lovely weather we are having. What lovely weather we are having. 这里哈 we're 这个词句上没有啊，因为它省它是连的啊。We're having 啊 ，we're having. What a lovely weather we're having. 听起来像 ver 啊，像 ver 啊，这个 we're having 就是其实它不是完整的 we are having 啊，没有这个 are， 因为它是连读啊。We're having 啊 ，What a lovely weather we're having.It's going to rain, isn't it? It's going to rain, isn't it? It's going to rain, isn't it?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What's the temperature today?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 It's getting warmer and warmer.It looks like rain.It looks like rain. It looks like rain. 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 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 What's the forecast for tomorrow?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ather her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ather her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weather here?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your city? What's the weather like in your city?How is the weather like? What's how is the weather in your city? How is the weather in your city? 这个是同样一个意思啊。okay, so much for the first 10 sentences 啊。我们这个头十个句型，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啊。注意这些，这都是用天这个。描述天气啊，这都是最常用的啊，也是最基本的。希望大家能够背诵，能够脱口而出啊。OK， 第二部分啊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read after passage below 啊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bold words and expressions 啊，听录音，然后呢，注意这个黑体字啊，我们这儿是直体字啊，因为黑体。我已经是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我已经把它黑体了。我们是用紫色的表示这些重点的句型和短语啊和词汇。这是一个小短文哈，不长啊。我先给大家读一遍啊，大家注意这个注意语音啊，一些语音的常识啊。Weather is the most common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Lovely, isn't it? Lovely day, isn't it? Do you think it will rain today? These are all common ways of starting a conversation. Weather is important to everyone. It's more than the subject of the conversation. Our activities and moods change with the weather. As the seasons change,
our lives may become easy or difficult. 这个短语哈，这个短文啊，很简单哈。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都知道啊，这就和中国人的习惯连在一块了啊，就是说开化，我们见了人哈，当然熟人的话就不一定了啊。如果见个不怎么熟的话，要是点开个话题的话，今天天气不错啊，就是这个今天天气好好，就是这是一种谈天气嘛，他就用了这么一个题目啊，也有点意思啊。他就说天气是最常见的谈话的一个主题啊，比如说今天很漂亮啊，是吗？就是这个啊。你认为今天会下雨吗？啊，这个他先用了几个引号，也就是说这些句子呢，都是往往是开始一个话题用的啊。These are all common ways of starting conversation. 啊，这些都是啊开始谈话的一个方式吧，啊，一种方法，嗯。他说天气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啊 ，more than 就是不仅仅哈，啊，这个就是更多啊 ，it's more than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它不仅仅是一个谈话的一个主题啊。他说我们的活动 activities and mood， 我们的活动和我们的情绪啊，这个物质情绪或者叫心情啊，这个 change with 随着什么什么而变化啊，那么也就是说，all the season as the season change， as 引导的是个时间状语从句，每当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 ，our lives may become easy or difficult， 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啊 easy or difficult， 变得这个容易或者困难或者便利或者是就是没那么便利。这个短文很这个什么说，比较短，我们还是讲解一下啊。Weather 啊，这个天气，天气是什么呢 ？The most common subject of conversation。首先 the most common 是一个形容词，表示这个常见的普通的就是经常的，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the most common 呢就是最经常的最常见的，最常见的什么呢？后边是一个形容词，后边是一个名词哈。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subject 是表示学科主题，在这儿就是学科这个主题的意思啊，用在这个中文，用在这个学校里边 ，How many subjects do you have？ 你有多少门课？那就是学科的意思。在这儿呢，是主题的意思哈，是什么的主题呢 ？Subject of conversation。Conversation 我们都知道是对话，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天气啊是对话最常见的主题啊，最常见的主题。也就是说人们谈的时候很多都谈天气啊，当然啊不是每个人都谈天气啊，就是很多人啊说是最常见的主题。他举了几个例子，底下是举了几个例子啊， lovely day isn't it， 啊 lovely day 是吗？很可爱的天气，很好的天气，不是吗？啊，其实这也是一个省略句啊，他前面省略了 It is lovely day, isn't it？ 啊，这里当然是可以省略的啊。Lovely day, isn't it？ 天气很好是吗？啊，不是吗？就是啊，很好的天气啊，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是翻译就是嘛，很好的天气啊，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 ，isn't it？ 我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反义，它是个否定反义，实际上是表示肯定啊，很好的天气啊，就是这个啊。也不用说不是吗？难道不是吗？其实你翻译也可以，但是这个有点多了啊。就是说很好的天气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很肯定的意思啊。含一个谈论天气的是 ，Do you think it will rain today？
啊，这是一个复合句。你认为这是个疑问句哈、啊？你认为今天会下雨吗 ？It 是谁啊 ？It 就是天气的意思啊，老天爷，天，你认为会下雨吗？这个 it 表示天气啊 ，Will rain today 啊？你认为今天会下雨吗？就是这个意思啊。后边他就。他又来了一句总结 These are all common ways of studying a conversation. These are,、啊、这些是 These are all,、啊、这些都是什么呢 Common ways,、啊、通常的常用的方式什么方式呢 Of 引导的一个 Of 引导的一个介词短语、啊、是一个 starting a conversation这个开始一个对话的一种方式，为什么用 start starting 这是个动名词哈、啊？介词后边表示动作的名词都要用动名词，你不能用 start。start 就是 of starting a conversation 啊，介词后边用动名词啊，这是一个语法的一个规则啊。These are all common ways of starting conversation 啊，这些。啊，这些都是啊，这个开始一个对话的一个常用的方式。嗯、那么他底下又发挥了啊 ，Whether is important to everyone, be important to 就是对什么什么来说很重要的意思啊。Whether is important to 这个 everyone。天气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话啊，这个话好像听起来说天气有那么重要吗？是重要的啊。他底下的给你说 ，be important to everyone 啊，这个天气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啊。或者说，比如说，钱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那怎么说？可以说 money is important to everyone 啊。那么健康啊，也可以说 health is important to everyone 啊。这个可以以此类推啊。什么什么对什么谁很重要，就是这个意思。Weather is important to everyone， 这个对每个人来说天气都很重要啊。他说了 ，It's more than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是对话的主题。It's more than， more than 是什么呢 ？More 是更多 ，than 是比什么什么更多。我们说，也就是说，天气比对话主题更多。这个话，这就是我给你是直译哈，什么意思呢？天气不仅仅是对话的，是说话的主题啊。天气不仅仅是他刚才说嘛，他不是说是天气通常是人们对话、人们谈话的一个最常用的一个主题嘛，就是这里。他那个意思说 ，weather 天气呢不仅仅是对话的一个主题 ，more than 啊 ，more than 是比他更多，实际上就是不仅仅是啊。天气不仅仅是对话的主题，他接下来又说了 ，our activities， 我们的活动，这个活动是表示生产、生活、学习啊，都在里边了哈。我们的活动 ，and mood， 这个 mood 是表示情绪、心情啊，就是说他这儿翻译成情绪，这个没有问题啊。心情情绪啊都是一个意思啊，我们说我们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就是这个目的啊。我们的活动和我们的心情或者是和我们的情绪 change with the weather， 我们是它是随着天气而变化的啊。我们都知道啊，天气晴朗，这个怎么说，阳光灿烂啊，这个人们的心情往往是好的，阴云密布啊，特别冷，特别或者下雨，那当然人们的心情会有变化的啊，他这个不是乱说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活动和心情是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好天气好心情，
差天气差心情。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能绝对化，有的时候也可能好天气你有坏心情，那可能因为别的事儿啊。要是光天气本身来讲，它对人的情绪是有影响的啊。我们就知道我们人可能都不自觉，其实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情和不同的颜色都有区别啊。你比如说有的 你知道吗，我们有些人对这个颜色有不同的偏好，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都喜欢，都有自己特定的喜欢的颜色格调啊，就是这个啊。所以说天气啊，这个情绪受天气影响，这个活动受天气影响，那这也是对的。活动为什么受天气影响啊？那不下雨你就可以走路，那下着雨你最好开车或者打伞啊，这就是活动啊。所以说他这里是说 change with， 注意哈，这个随着什么什么而改变啊，是这个啊。他这儿是说我们的活动和情绪是随着天气的改变而变化的啊。 as， 注意这里啊， as 是引导的一个这个时间状语从句，就是随着，就是 as 是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啊。 as the season change 啊，这个 change 是动词啊， season 是表示季节啊，这里是季节是春夏秋冬了啊，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啊，当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啊，当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 our lives 我们的生活啊our lives 生活啊，单数是 life， 那复数是变 f 为 v 再加 es， our lives 啊，我们的生活may become easy or difficult， 我们的生活也会啊，也会变得 easy or difficult， 会变得这个会变得容易或困难。比如说在多在蒙特利尔，我们都知道哈，在蒙特利尔那大冬天又是特别是那个什么，就是那种我们叫什么黑这个那个这个冰。黑冰天气，那个车子也滑啊，今年有几天就很恶劣啊，你走路说白了都得这个巴不得你那个鞋子得带个钉子才能滑不倒啊。所以说easy 啊，这个 easy 那就天气好那就是 easy 了，那么天气差那就 difficult。 你看前天晚上刮大风，这个我这个声浪巷这一块都停电了啊，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怎么样。也就是说这个大风天气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困难啊，这个停电啊，甚至是对交通造成阻碍都有啊，下大雨下大雪那交通都慢下来。所以说啊， as the season change 啊，随着季节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这个容易或者是困难。这种例子啊，这个例子到处都是啊，这个不难。OK， 我们再看一下啊 ，the most common， 注意哈，这个是最高级，这个最高级是 the most 最通用的、最常、最常用的啊 ，the most common subject 啊，最困难的怎么说啊？比如说是英语是最困难的学科 ，English is the most difficult subject 啊，这个数学最难 ，the math is the most difficult subject to me 啊，对我来说数学最难啊，就是这个最高级哈 ，the most common 啊 ，the most common 最常用的在这里是。还有 important to 啊，对谁什么什么来说，什么什么对谁对什么什么来说最重要啊。Weather is important to everyone， 这个天气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啊，因为它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我们的心情和我们的情绪啊。Activities and mood 啊 ，more than 注意这个用法 ，it's more than 不仅仅是。比什么什么更多，就是不仅仅是啊。It's more than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它不仅仅是一个谈话的主题啊。It's more than， 注意这个用法啊。还有 change with，
随着什么什么而改变啊。Our activities and mood change with the weather. 我们的活动和心情随着天气的改变而改变啊，就是这个意思。OK， 这个 as 引导的是这个随着，是一个这个什么吧，方式状语或者叫时间状语啊。As the season change 啊，这个当季节变化时，我们的生活也会变，也会改变，就是这个意思。OK， so much for the explanation. 我们讲解就到这里。Read after me, please. 请跟我读两遍啊。Weather is the most common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Weather is the most common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Lovely day, isn't it? Lovely day, isn't it? Do you think it will rain today?Do you think it will rain today? These are all common ways of starting a conversation. These are all common ways of starting a conversation. Weather is important to everyone.Weather is important to everyone. It's more than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It's more than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 It's more than the subject of conversation.Our activities and moods change with the weather. Our activities and moods change with the weather. As the seasons change, our lives may become easy or difficult.As the seasons change, our lives may become easy or difficult. Okay. so much for today. 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就到这里啊。下面还有15分钟，我们可以回答一些问题。因为再讲一个可能讲不完了，我们就到这里吧，我们别赶得那么紧，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Any questions? 有没有什么问题？话筒都已经打开了。好的，谢谢金老师。客气。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十句里面第二句。第二句他说 What lovely weather, very heavy. 但是 我认为 very, it is heavy. 我感到比较确切，你说是不是？怎么讲？再讲一遍。他说是 What lovely weather, 对吧？后面是 very heavy. 我认为 very 好像不大 ，very 是我，这是我呀，对吧？那我想，我们应该用 it 不是更好吗？可以吧 ？It is heavy。这样哈、啊，这位同学，这个这样哈、啊，这个表示，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我觉得是对的啊。我只是说呢、这个说法肯定是对的啊，就是这个、What lovely weather we are having， 就是说这会儿的天气多，这个说法是肯定对的，但是还可以变个说法啊，就像你说的、What lovely weather is it now？
可以，也可以这么说。It is now. 啊，对。啊 ，is now. 哎 ，yeah，yeah。也就是说，他只是说呢，这个表示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知道英语哈，你也知道，你也知道是一个意思。你比如说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How is the weather today？ 用这个 how 也用。还有一个 ，What it like？ 我你看，这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吗？这不是一个同义词吗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啊，也是一个哈。你这个说法呢，就是 What lovely weather it is now 和这个 What lovely weather we are having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这个 we are having 是什么呢？这个是它直译是说我们正在拥有一个多么好的天气啊，或者说你用 it is 啊。用 it is now 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我不是用 now 还是用 for having 可以吧？啊？如果 我不是用 it is now 用 it is having 可以吧？ it is 什么？ having 还是用 hav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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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一定要后面用了。天气我们可以拥有，天气只能是 it is 什么什么什么 it is like、啊、你这个 we are having、啊、这个只能是我们人做主语你才用 having， 明白了吗？哎，对，你这里这个 it 为什么用 is 啊？它是天气，指天气它是怎么样，所以说你不能用 it has、啊、这个不是这个用法、嗯、OK、啊，It is now， 对吧？对，因为这个是强调我们现在、okay. 就是说这会儿，这不是这会儿的天气多好啊，你可以说 what a lovely weather it is now 和这个 what a lovely weather we are having 是一个意思，只是说呢、oh. 这个表达这个一句话好多表达，你也很难说为什么啊。这个 it is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只能用 it is， 你不能说 it has， 这个不是这样的。OK，OK。So we are having， 因为 we 就是我们人，我们人啊，就是说。OK， 对，这是用人要用 having， 现在用 it 就不能用 having。我明白了。用天气就是 it is， 看吗？你看这里 how is， 这个你不能说 how has， 这不行啊。How is the weather？ 啊，看吗？这个 weather 就是那 it 啊。对。对对对对，好，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都可以的，都可以的。I understand. Thank you so much. It's okay. It's okay. 嗯，好 ，Any other questions? Okay. 还有什么问题，同学们？Hello, are you there? 你们是什么？没有问题啦？学的这么好？I understand. Okay. Okay, teacher, very good.No questions? Any questions? No? No. 哦，老师，我提一个问题。OK. 啊，第十题，就是第十句，前面的十句话的第十句，就是，我们在说天气的时候，经常都有用这个 like。那这个 like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好像，我觉得好像很难结合进去。这个 like 呢？这个 like 是，它是这里不是动词哈，这里它是一个介词，它是像什么呢？是像，也就是说天气像什么？直译，你要是用这个英文词直译的是，在你们的城市，
天气像什么，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要知道和中文，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说你们那个城市怎么样？它这个 like 这里不是动词，它是一个介词，像什么？像，就是 look， 就是你记得吗？我们 you looks like your mom， 你看起来像你的母亲。这个 like 和那个 look like 和这个 like 是一个意思，是哦，这是看起来像，哦，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 ，What's the weather like 和 How is the weather in your city？ 实际上意思是相同的，但是你也知道，它就是同样一个意思，这个它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也是语言的奇妙之处哈。也就是说，都是一个意思，它可以用不同的表达方式。What's the weather like？ 和 How is the weather？ 其实意思没什么区别。好的，谢谢。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OK， 谢谢老师。不客气。但是老师，你用 How was the weather in your city？ 我感到更好，容易理解，然后就容易去记住，对吧？这个是用的最多的哈。但是我要说 ，What's the weather like？ 这个用的也不少，同学啊。这个我跟你说，这两个用法都是常用的。我们容易记住，是的。要是简单，就是 How is the weather？ 这个是这个，你看这个，他把第一句就放在这里了。How is the weather？ 是不是？这个，但是这个哈，谢谢这个 What's the weather like？ 这个用法也不少，好多人也是很好的。很好。你这样解释，我们那个听得懂，然后很明白，因为一句句子有好多表达的方式，那有的表达方式我们很容易接受。容易接受就容易那个背得出来，就通常能脱口而出，对吧？是的，是的，是的。OK， 谢谢老师。所以 ，Thank you so much， 老师，你讲的太好了。Pleasure 啊。It's OK. Any other questions？ 还有什么问题？短文里边有没有问题？短文里边。短文里。No。Thank you. Okay, okay. So, 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哈。今天也是这个时间上再开一个讲不完，这讲不完。所以说我们下次呢，我们可能就要快一点哈。Okay. 作业啊，作业。然后请同学们把这个复习我们今天讲过的啊，其实我们以前讲过的所有课我们都应该多预习多练习啊，要用啊，关键是要用，你们同学们之间相互练习也好，或者是到大街上这个练习也好啊，一定要用，不用的话就是知识了啊，脱口而出才成为语言啊。然后呢，预习这个单元的这个差不多至少三个，或者说也许我们四个都能讲完这个对话啊，因为这个进程也是，所以说预习这个单元的四个对话，那么还有呢，第三节课呢就会讲短文，但是这两个短文还挺长的。所以说可能我们下周得讲四个对话才能三次课讲完。 OK, so much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and have a nice week. See you next Sunday. OK, 老师 麻烦你推到那个第二部分，就是十句后面，我好像有一句抄错了。第十句，十句后面的大概后面的短文里面当中半当中我有一句好像抄错了，就是那个 this， 我看一下哈，这个是第几句 ？Do you this？ This are all 有没有？哦，对对我这抄错了就是这个抄错了，我 all 抄错了，抄成那个了，抄成 me 的时候，好改了，谢谢，改了 ，OK， 抄错了 ，Thank you and see you next week， next Sunday， OK。谢谢张老师。See you. 好的。
这个金老师，谢谢你那边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要说的吗？有给同学们？没有，谢谢。有没有要报告？